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咱们中国人的力量。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，近日国内一造船厂下班的震撼画面在国外疯传，引得无数外国网友感叹，这就是中国造船速度快的原因。画面显示，无数头戴安全帽的造船工人骑着两轮电动车驶出造船基地，虽然俯瞰的场景里每个人都密密麻麻地紧挨着，但是整体画面却十分井然有序，场面之震撼甚至给人一种造新舰的感觉，也难怪外国网友会如此震惊了。其实都说中国是基建狂魔，都说中国有大国重器，但是这背后除了智慧的技术支撑之外，更是一双双勤劳的中国手，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，一户户普通的中国家，铸出了万吨大船，建出了万里大道，造出了宇宙飞船，成就了如今祖国的强大。这一刻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，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。14亿多的中国人上下一心，集体发力，必将震撼世界。中国雄起，中国人雄起。